把它冻硬了再吃啊，无所谓。要是说你今天冻了，明天就吃了，口感方向的问题，见仁见智了。但是从保存性和从这个营养上来讲，其实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做，不建议大家这样长时间的以冷冻的方式来储存这个新鲜水果。因为首先我们在家里面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储存的之前能够做它一个深度的清洁，包括灭菌消毒这样的程序。另外你没有办法保证在冰箱存放过程中它不受这个污染，